尼桑，有人开尼桑二九二六，尼桑二九二六的车无？车牌号码二九二六。有没有人开尼桑车牌号码二九二六？大灯没有关。大家请就座，过几分钟要上课啊！过几分钟要上课啊！来，咱今麦欢迎咱蔡才元蔡老师。一个多笑。各位同心大家好，有精神吼、哦。外口天气较冷咧，听摊端两个讲师讲吼，讲爱讲较大力的，后壁较有听的啦。啊，所以有可能是咱迄、那个即、這个教授吼，各位知影吼，本来后壁是遐州政府的办公室，但因为今吼咱的电招吼人数较济吼，啊所以接袂落，所以咱即摆上课呢，去后壁迄个黑熊教室迄边啦，迄边黑熊部队吼要上课一下吼，一下人数较少走遐，啊所以咱只后壁要撤掉。我想今仔啊，早的时，为什么叫大家点招弄讲过嘛吼？我想卖讲这啦吼。我讲咱的希望与等待。啊，我的名爱记咧吼，大家看咧哈，我的名哈，我的名吼，吼、哦，这拢爱特别爱强调，你知无？诶，财源滚滚吼，因为去年四月吼。啊，咱有派美国的，啊，结果伫美国遐做了无适当的迄落行为，甲言论出来吼，中迄落三字吼，掉两字啦。啊，所以我拢惊外口人误会吼，我来讲北京语啊，台语也向回归吼，无注意听到吼，所以我来咧上课，我讲大家这个名讲，因为我讲我要负责啦，啊，所以负责的时候必须你啊名记得清楚吼。我想咱这高级班大拢收过吼，应该知影我咧讲这个名，大家足清楚嘛吼。有无清楚无？三字掉两字的，有知影无？我大拢知啦吼。这个希望与等待吼，我想用北京语台语作为用马件吼，因为其中有可能是听咱台语，我当完全拢知影的。这个希望与等待吼，我是看一本迄个啥呢？迄个法国这个大文豪吼，叫做大仓马。大仓马大家知影嘛吼？奥杰的小仓马，迄、那个小仓马伊写一本册叫《茶花女》。但大仓马呢，伊写一本迄个文学著作吼，真有名的，叫做《基督山恩仇记》《基督山恩仇记》吼。所以接下来呢，描写一下呢，我阿爸一个来请酒桌吼，他袂到尾来头，我咧讲都无啥听到呢。看嘛，阿爸要个什么人阿爸来无？这本册主讲吼，叫做《Adamant Dentist》，伊是一个中原啦，本来是中原俩，但是咧行船的时阵吼。
多招队呢，到迄个圣赫莲那岛哈，就是拿破仑，发掉了失败了，是关伫迄个孤岛遐。啊，这个船员这船啊吼，他走迄个孤岛遐时吼，拿破仑交代一张批啦。啊，一张批时吼，结果安那呢？去用安那发觉，啊叫检举了伊个未婚妻，就是呢未来某吼，或者个检察官甲霸占伊。啊，个所有的这些人吼，变一个那一个中原无代无钱啦，然后这张批有啥物作用哦？从第一个孤岛内底关十四冬啦，啊，我是绿岛吼，我本人绿岛十五冬啦，吼吼，啊，这十四冬哦，结果伊安那较好运啦。伊伫孤岛时阵吼，拄啊呢有一个吼爵士啦，爵士吼，伊学问好。阿个啥呢？个有迄个埋藏迄个财宝，迄个宝贝吼，宝了掉人吼。啊，伊即个画一个图，和即个爱德曼登提斯，来讲希望伊咧处理了时阵吼，即个宝藏拢会当给伊啦。啊，所以十几趟内底吼，即个爵士个解册啦，本来一个五百字兼无卫生的吼。啊！有十几当个来咧盖些新咯，腰身一变啊咧，必爵士，完必爵士哦，叫个基督山恩州记来滴伊哦，并且爵士哦，够好闻呐。所以以前个海下人哦，拢唔知讲这个就是中原啦，啊，拢是会避海过就对啦。啊，所以开始拟定各有挖到迄个宝藏了吼，伊个拟定这个计划吼。免啊，报复遮个害遮人就对，所以这本册足精彩。所以我看了心咯，我感觉出点啦呢，伊个最精华的结论就是讲啦呢，人生活的希望与等待中就对啦，所以个完成伊报复。所以咱呢，咱做岛民青，我们是甲咱俩。所以生活在台湾这个这的人，咱靠咱外来政权，甲咱求，甲咱压迫，甲咱凌迟，甲咱糟蹋。这个国家叫做中华民国，是一个壳，你知影无？是一个唔知实在有实体。因初的时候，国家还是因的好的。但当初的时候呢，我也唔知影咧。我那时候呢，从细汉本来是咱是日本人啦，我是1940。也算日本人啦。在1945的时阵，当日本就是咱的母国投降，无代无事，咱即个只规个咯，中华民国阿爸过来时咯，拢改做啥呢？啊，中华民国的国民呐，吼，这部经过咱的同意，违反国际法的，但咱都唔捌。你包括美国捌有抗议了，那不替咱出主呢？啊，所以咱人。呆呆戆戆，爱从细汉读册，拢读国民党个教育。他几十当出来坐下落，又啷个讲？你是外来政权，结果阮就杀入去内底，吼、哦，遐录就对了吼、哦。而且录，咱就无时间通去讲啦，因为咱的短短40分钟内底，咱无通讲起我过去吼、哦。所以我当讲就讲，咱迄阵啊接受个教育，但是咱是接受教育，但是无接受教育就对啦。因为阮从细汉一直安那呢，因为阮的家庭的关系，阮阿叔、阮老爸去接啥呢？接遐所谓倒回祖国怀抱去高雄港的时接的时喏，对你真歹印象，就遐完全和乞食兵相像。佮阮阿叔是做医生，要出去看患者，了做遐中国兵也无缘无故。落拍枪拍者，那个才无死吼。啊，所以从细汉一直咧听，佮我讲阮阿妈，迄个时阵，和阮的三阿哥，若要出门的时阵呢，拢用个黄连抹黄连，就手啦、面啦抹黄连，抹个黄生细细。所以中国兵啊，看到的时哦，就走就对啦。所以即我当我大汉捌了的时哦，我讲吼阿妈是真啊厉害。和阮三阿哥拢保持了真完整，都无受了中国兵啊糟蹋哩啦。所以你细汉伫咧家庭伫成长的时阵，知影这部
中国兵也是走路兵啦。你走路兵是喏，但是呢，你伫这教育有蛮多的，所以阮伫咧读，希望你后出来，阮阁继续参加啥呢？中华运动，较早毋是民进党，较早叫做公正会。啊，所以阮希望讲把这外来政权会当推翻掉伊，咱家己本土的单人起来做话头啦。咱迄阵也是拢讲总统哦，啊，即摆咱无咧承认叫总统啊。但迄阵啊呢，长时间也是要承认，讲来把这政权引导了，咱台湾可能会改变。这是原来康苏梦想伊啊，一厢情愿的想法呐。所以长时间伫咧抗争的时阵呢，老实讲，阮大小战役都战过。大小战役拢经过，南北二路拢经过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咱就是讲，咱一生有一个中心思想。噶既然你噶拐十五档，我即摆腰噶酸痛吼，那我来讲话拢袂听啦，按休困袂听了，对啦。啊，人叫我手术，我不爱手术啦。伊咧手术了是，你若袂听吼，人若是安尼啦，拢会袂记起过去吼。但我见来生听啊，我就讲这种国民党给修理的啦，所以我拢永远记掉，噶进了已经三四十档啊，吼、哦，这里先呢，所以我讲吼、哦，国民党底下给咱糟蹋的心哦，因为咱的教育，咱的反抗就是讲啥呢？咱的那双剑的牙医可能要改变，但是错误的观念就对了。你认为做总统的时候，当然有改变无？无嘛。阿比亚选到总统的时候，把党改变无？无嘛。所以，较自尊的心哦，民进党还佫伫咧笑望的咧咧，望讲，阿是孔一六，佮选总统的时候改变，即郭鹏泰做了歹，我歹的时阵哦，老百姓吼想要变，哦，哎有机会，我讲完，啊，拢无效就对啦。为啥呢？各位来即个遮询问，你较知影，咱家己当然要主管。咱伫伫咧就讲诶，当然是咱较早阮来咧伫街头抗争诶时阵咯，拢讲啥呢？讲啊，着台湾是咱台湾人诶啦，啊，划几十档啦。各位恁老参加民进党运动诶时阵咯，恁着知影，啊，这拢是咱家己人咧情绪上诶，这种说法咧，这是无毋对，因为咱是拢台湾是咱台湾人诶，咱住伫遮、生伫遮、食遮水、食遮米啊。个死啦，代理即个只啊，所以拢是接受感情的，你知影？但感情呢，总错误伊，要应用着咱呢，咱的理性。所以咱即摆来台面政府了时喏，我是各位的角色，一厢情愿无能改变迄个属性就对啦。虽然是美国来占领，但是呢。本身这台湾这所在，还阁是有日本天皇来滴，所以咱当初是李登辉后边还是喏讲，无咱安尼呢，要日联合国袂动，啊无安怎呢？咱用改名，用台湾共和国啊袂动，为啥袂动？过年期间我拜访人就对了吼，因当咧讲啦，讲当然啦，咱即摆是联合国的心咯，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该好决掉伊啊。啊、我问伊讲啦，我问伊啦，中华民国还袂用挂出来以前呢，伊是联合国内底啦。啊，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是伊为啥无变好法官？哎、欸，伊想着讲，哎、欸，对啊，伊真个敢好官？啊，以前你为啥袂当个好官？伊无想这个问题。人家那是卡达时代，中国大陆伊是伫遐占领，伊伫遐失权。在中华民国较早时，你是流氓的政府，台湾是你的，所以你是流氓的。你做代表讲，中国也是你的流氓政府。在国际局势的时阵，迄阵啊有适合伊呢？为哪美国听你？因为甲美国讲，我过这里，但是我呢反共，所以美国时阵啊有一个围堵啦，围堵。为到共产国家，所以阵啊，吼老旧的这个啊生存下来。但是当国际局势的变化的时阵呢，美国改变政策，那是当时1971年。1971年的时候呢，有阿非33个国家，因大家美国讲，讲啥呢？
你地图拍开，迄、那个土地甲人口拢占全世界五分之一外。为啥伊无得代表中国？为啥物互一个小小台湾代表全中国？阿伟33块已经不服，伊讲如果你美国若要改变你的政策，阮阿辉33个国家就是叫做第三势力集团，要哪要歪伊苏联集团呢？所以呢，这是国际现实。所以说，一个美国的个条件，那叫国务卿，大家加老朱来讲，讲安那呢？因为国际局势变化，所以希望你会当降落来普通会员国，按你会协助呢，交予中华人民共和国。但是你的管辖范围呢？台湾、澎湖，还佫加两块石头，来金门、马祖。好，啊，伊两地若无爱，啊，你就中国；啊，若袂，你就台湾、澎湖。老蒋迄阵啊，如果答袂个时阵呢？安尼，咱台湾等于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等于台湾。我讲，咱今仔代可能就无伫遮咧上课啊。迄整个历史界迄个是变动的是安尼，但老蒋讲汉贼不两立，结果美国协力改讲，这个局势变化吼，我无能支持伊啊，所以别当用火车权。老实讲，照你讲，啊，我着安尼个习俗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要叫我好管好啊？为啥别当好管？各位来思考这个问题。过年期间的时候，我含民。